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私聊老师即可。如果命运线止于感情线上，这种人的感情会遭受挫折，或者与结婚对象发生冲突。但如果感情线杂乱，说明会更加恶劣。如感情线末端和命运线结合在一起，说明这个人支配欲强，容易引起异性之间的纠纷，且为此带来命运上的障碍。如果命运线延伸至感情线上方土星丘处的人，属于大器晚成型。虽然在年轻时受苦受累，不过到老年时可以尽享清福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